这一款是1545型直线振动塞，塞网配的是30目、60目、120目三层不锈钢塞网。我们现在塞分的是干粉砂浆，这台设备可以塞分石英砂、石英石、干粉砂浆、外墙保温、涂料等多种物料。三层四个出料口，电机配的是卧室40-6振动电机两台。我们看一下出料效果，第一个出料口出来的是30目以上的，第二个出料口出来的是小于30目大于60目之间的，第三个出料口出来的是小于60目大于120目之间的，第四个出料口出来的是120目以下的细粉。我们看一下整台机器运行非常平稳，精度非常高。